在跟老婆需要停机吗？停哦，有啊 有，对啊，其实一直都是这样。每次我们有大节目，以前夜夜秀的时候，完全就是和尚生活。为什么？差别在哪里？差别我就。人家就不想要嘛，我就。所以老婆有说什么？有多抱怨？没有，他已经习惯了。哦。就很多年来，他已经。看这一部电影多久？很多年。喂。对。我很难讲，对，但频率变得很低。嗯。禁忌就是。对。我们把所有的能量都留给创意。这老婆的需求。老婆的需求啊，我们之前有蛮多那个情趣用品的业配啦，对吧？我们都拿了一些公关品，温度不一样啊。对对，我们会再去提醒他们说要送一些有温度的过来。好，一二三，成功！你真的非常会打炮，真的，对啊。打这个炮的速度跟我平常差不多了，对吧？来三到五秒之间就可以完成这么一个 Q 弹有劲的过来的音调。对，对啊，键盘不是应该要的拿角落的。四张的那个盘子戏嘛，啊，对不对？后来也是卖完了。对，那在多久时间卖完？他就是一开卖，那四张全部就直接消失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观察，而且真的有人买这个东西啊。他有时候会被释出，可是被释出的时候又马上都消失了。哦，对，你就知道台湾经济其实没有不好。那你跟其他员工们怎么看这样的现象？我们就觉得很有趣，因为我们一开始也有点不太知道到底会不会有人买。所以那个是开卖观察的一大重点，对。现在票房已经九成五了嘛？九成七、九成八吧，对，剩很少很少。有想过会卖这么好吗？其实一开始对啊，从来没有怀疑过，从来没有怀疑过。我们知道啦，因为往年的票房大概就是落在一万二、一万三左右，所以知道卖一场应该是差不多。嗯。那这十万块的席位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？是可以跟你近距离互动吗？我觉得一定会有啦，没有我现在都可以讲一些开玩笑的答案，说不会。对，他们四个就坐在正中间，然后到时候挑观众互动，我挑他们正旁边那个。对啊，但想想也知道不太可能，他们一定会有一些被 cue 啊，或是对感谢的部分。嗯，那这次的嘉宾有没有哪些比较特别的？没有任何嘉宾。嗯，对，这个专场只能我是主角。对，其他人都不是重点。那你有考虑过王世杰吗？他最近不是民调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就是专场只有我一个，我连平常暖都，我们前面都会有一个喜剧人帮忙暖场，我连这次暖场都没有，因为头衔很重要。假如有喜剧人帮我暖场，他就会是第一个登上小巨蛋的喜剧人。5月27号，只能我是主角。所以